的你呀、啊？凭啥呀？唱差了啊！唱差了。差了。差了。差到底？咱们看飘忽啊。去打麻将去，唱错了。唱错了。对了。哪个子唱错了？唱人家那是我的姑娘，我的姑爷都是先进人，你怎么唱都是你奏的啊？哎呀，可不是咋的。哎，再说那姑娘是你奏的，那不假，姑爷也成你奏的了。可不是咋的啊！这老爷子喝的酒一高兴，连姑爷都是他揍的了，整差了。不能那么差 啊！不能那么差，整差了，那就整了半天。嗯、对，就你个人，就你个人是我揍的，那姑爷不能是我揍的。谁是你揍的？你怎么那么会说话呢？咋？不能那么说啊！谁是你揍的？那这个戏里头你不就我这么大，我那是你揍的啊？因为我说这个戏里头你不得是我是我揍，你不是我姑娘吗？啊，那对，那对。那对，你看看对吗？是我揍了吗？不能说啊，那我其实我是谁揍我也知道，你别拿我当二虎娘。你谁揍的？我是我爹揍的呗。你看王岩更聪明，朋友们，你看我考考他。怎么的呢？你是你爹揍的。对啦。那你爹是谁揍的？我爷爷。你爷爷？我太爷。你太爷？嗯，祖太爷。祖太爷。老祖宗。老祖宗。这又找不着了，我给你拍家谱呢。瞅你蛮族都找不着了吗？谁呀？打把那小揍的呗。啊！你瞅给他乐的，这小眼睛眯出一条缝。我跟你说，小喜子他都不知道谁揍的。他我知道。他谁揍的？吹喇叭那小小子揍的。啊！吹喇叭他谁揍的？弹琴那小子揍的。真的？弹琴谁揍的？弹琴那个拉弦我大哥揍的。啊！你看看拉弦大哥谁揍的？啊！他们这几个划拉划拉都是我揍的。去你的吧你！你可倒怪不吃亏的呀，不能那么说啊，不能骂人啊。人家唱我的姑娘，我的姑爷都是先进人啊。啊，嗯，你看都是先进人。对，不行唱，是我揍的。哎，啊，那唱。我的姑娘，我的姑爷都是先进人。你骂他在跪呀，十八能手啊，哎，能打汉代呀。去，你咋那么缺德呢？你唱什么玩意儿呢？你妈不是养龟呢吗？能养汉龟呀，能还养鸡呢。不能那么唱啊，那不对啊，什么玩意儿？你听那玩意儿悬的呼个吓人的，人家像我就是实话实说，他妈原先是养殖专业户啊、嗯，养猪养鸡，对呀、啊，养猪不咋整赔了啊，不养了，就养乌龟，汉龟呀，咱们这边你没有那个，你不能那么唱啊，你唱差了啊。那你不能那么唱，你唱那玩意唱的，你听悬的胡，你应该是这么唱的啊。那怎么唱？你妈她在队里呀，十八能手啊，能养汉。对对对，我缺德你。对，这么唱对。你给我拐的了，是不是这么唱对？烦人家，不能那么唱啊。太缺德，能养猪能养鸡儿啊，不能那么唱。非得养猪养鸡。能养猪能养鸡。刚才是你自个儿唱的，可不是我让你唱的，你还教过我呢，对他叫，你要给整整影范儿了，唱了，非得养猪养鸡，能养猪能养鸡，人家唱，你妈她在队里呀，是大能手啊，能养猪，能养鸡啊，老苗蛮好的夫人啊，你老爹我也不服老啊，别看我这么年轻的，能起早来，能贪黑啊。小热闹在里边，这不有意思啊！现在都改革了，让你转。今天轮到咱们哥俩唱正戏的很少了，哎、你看。咱这次来主要是为了录这个正戏、啊。对呀、啊。哎，今天咱们要哥俩交代一块什么正戏？啊，唱什么戏？唱一块包公铡职。包公铡职。哎，这是一个曲子戏。这个可不好唱。这个戏不太好唱、啊。哎。这个作者写的特别好。哎。就是现在写的他这个词儿啊，特别超前。嗯。有不少的词都是现在流行歌曲的歌名。哎，挨着依次给他展现出来。哎，对了，词写的特别好哈。咱们小哥啊，从
你那块开始啊，来个糊香，九个糊香，一字一板的，一字一板，慢慢悠悠，别着急啊。正戏。